但应该是一个噱头。没有，我们想到了无国界医生的这种职业，因为剧情上我们希望让萧正勋、杨威宇在第一季之后是分开的，后来想到就是那让他去当战地医生这样。台湾电视剧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角色，就是他其实是个彻底的反英雄，他是一个就是一个腔调的人，不能说负面，就是非常不大主流的一个角色状态，也不帅，也不帅，对，看起来不帅，然后但是搞了两季的。本来是希望在叙利亚，那不可能真的去叙利亚拍嘛，然后就到后来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是约旦。在约旦的时候，他们用的是一种小的爆弹。我们去约旦的时候，其实他给我们看的 reference 很多啊，从小爆炸到大爆炸，他就说看你们能付什么样的预算，我们就给你什么样的爆炸。他说甚至连整个医院炸掉都 OK 这样。那后来还是选择比较安全的方法。变得风土民情又不一样，可能有一些人答应你事情之后，他又临时不来。像我们中间有一个军队的动作指导，当天要开拍的时候，4点打电话来说太早了，他实在不想来，他就真的没来了。那后来还好，黄建伟他其实有学过一些特勤的动作，我跟建伟下去教那些从来没当过兵的老师跟模特，他们来演戏这样。手靠近这里，还这样没有到那方位那么在意吗？我一直怕说去拍外国人，然后他不像这样。那后来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蛮好的。他的决定是吗？可以看到，就是杨威宇非常不喜欢这种交际应酬的场合，所以他没有笑容，他的脸很臭，很累，脚很酸。他可以请你示范一下翻白眼。再来再前几步。翻白眼。这样比较像我的翻版，也不像杨文宇，应该是这种。请往前方移动，请往前方移动，请往前方，姐姐是我先移动。哎呀，不要碰外面，不要外面，不要外面，不要外面。桃园县政府愿意在桃园机场捷运线还没开通前，让我们借用那个场地拍摄我们戏里面最重要的捷运爆炸的过程，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陈设，那边的施工就停下一个礼拜。大概3米到5米这样巨大的水泥块直接放置在现场里面，但是你又不能真的用直接水泥块，你可能是要把它去做玻璃翻模，让它做得很像水泥块的样子。好像是没有尽头，每次的抱怨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停留，那些失败的计划在脑海重复的拼凑，与寂寞奋斗却永远战胜不了那心魔，也笑过忘记，别再。